这样子，爱情建设准啊。我们今天为了我们这个腾讯的明星运动会开始做射击的训练，那我第一次射箭，然后觉得很帅，所以希望这一个月我能培训到一个程度。射字很有讲究的，因为它是一个身体的身跟一个寸，表示我们的身体的任何的一分一寸都会影响我们射出的箭的质量。太难了，对于我们这个比较随性的靠丢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挑战。我真的没肌肉现在。今天是第四堂课，然后呢，教练已经要求我要在十米射箭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瞄准十米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展开，展开，继续展开，继续展开，不好，保持住，是吧？四堂课，一次两个小时，目前好像都在红色范围内，我还蛮开心的。我希望之后可以慢慢的、慢慢调整。50分还可以，50以上我都还蛮满意的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，差点掉下来，但是你把它拨上去了，这也是本事，这也是本事。这个是袁咏琳设计的功法，我自己创新。很猛 ，My style。第一次学弹弓，好可怕哦！他打到我。为什么？蹲胖耳松，肩膀放松，动作打开，保持。Come on。直的一根，然后你做出来就是泡面，看我的妈！又要这样把它拨上来，风格，什么都，每次说的是风格，是我的 style。教练要请喝咖啡了，因为他跟我说不能全部打黄，但是我全部打黄。很有成就感，所以我们这个射箭比赛即将要开始，比赛加油啊，当姐！加油！我不要当你的对手，我要当你的队友。我想当你的对手。我不要，我们如果决赛是我跟当姐，到底要谁让谁呢？我想请。哎，你也998哎，对。没有，就来不及再重新再拉一次脚。那为什么不能你这支箭，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？不会有问题的。我就是要拨一下，我才有安全感。干嘛射在我这儿？这个就是，这是我射的吗？这是别人射的。喂，这是别人射的，肯定不是我射的。我怎么会射这么烂呢？怎样了？怎样了？哎呦！有，今天穿也比较露。裁判犯规。射箭规则规定，等一下，一判就是中判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哪是？你是因为你把尺往那边移了，我这样子是不是就十了？九判。你可以花2000块钱去申诉，然后就石沉大海。我一判是中判。罚尺吗？有。你可以花2000块钱。一判就是中判。十。
我现在说可以这样，可是现场就无法。你知道什么？因为没有一个小时的暖身。啊，这是比赛24环的袁咏琳小姐训练的成绩。比赛出错，所以动作不好，所以我来调整完以后，现在又可以回到这个状态。Oh, yeah.